盖罗恩是娱乐圈当红明星，拥有超高的人气，出演过诸多经典影视作品，未来可期。近日盖罗恩最新造型释出，灰色高领毛衣搭配白色长裤，脚踩小白鞋，简单舒适的搭配，极致演绎冬日法式浪漫。寒冷的冬天，毛衣是别具一格的温暖，宛如冬日阳光，暖意直抵人心。而邓伦眼神温柔深情，散发无限魅力，清新的配色搭配经典的剪裁，邓伦看上去休闲帅气，不失优雅得体，搭配上清爽的短发造型，整个人看上去青春气息爆棚。这一件灰色毛衣上面并没有任何元素图案的修饰，看上去十分干净清爽。毛衣的袖口和领口还采用了坑条的编制设计，为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简约干练气息。下身搭配的是白色休闲长裤，脚踩一双白色时尚休闲鞋，十分清爽利落。休闲鞋的元素和白色裤子相呼应，衬得这一套搭配整体感十足。